那就成了双云社，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其实又回到这个熟悉的梅溪湖，是我们俩特别开心的一个地方，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，所以就当回家一样。今天要给家乡的父老送上一个福利，这个福利是什么呢？什么福利？我回家看看。你想想，我怎么去？我回家看看。我们让观众点歌好吗？他今天说的非常官方啊，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对对。长房子吗？长房子吧，古老一点的。除了长房，还有没有别的小心的？好，听不清楚，我长房吧，长房吧，对呀、啊，你选记得吗？记得吗？记得呀，你选人吗？选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合唱是吧？因为三个人必须得三个人，必须这个歌俩人唱的。那这样大家一起唱两句，好吧？一起唱啊？啊，还是指定一个人？指定一个人吧。好，你来指定，你来指定，你来吧。好，咱俩选一下。好，我想一下。有谁会唱踊跃的？不能忘词啊，因为我们俩还不记词。可以看手机吗？可以看手机。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来啊！可以看手机吗？可以。这样谁的声音大？我可以。这位，今天来了不少花腔女高音，我觉得行吗？可以。咱们就唱一段副歌，好吧？咱们三个人一起唱。这样，你先唱一小段。好不好？就唱之前我说一下啊，这个起调注意一点，因为刚才我在后台看到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幕，调起的太高了，观众。太高了，对对对，咱们我们俩起，安全起调，好吧？来，来，你起个调，好吧？那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起。爱的心路旅程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三人行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名讯。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们俩伤心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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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虽然我也没听见他的声音，我非常好，对我听到了，你听到了是吧？我听到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唱我属于我自己。搞得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你回到梅溪湖，有回忆多吗？熟悉吗？对这个地方，我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。那你为什么今天找不到进剧场的门？我只想在梅溪湖上环绕三圈，感受感受改变我们俩命运的这神圣的地方。我以为你偷着去旁边吃饺子去了，没叫我。我不敢吃，是吗？因为我吃多了，晚上唱不好，要保护我唱不好。是。那么我们俩今天。就对我特别有感受啊！来到这个神圣地方，我觉得我有三个名词在我脑海里面飘荡了。这三个字呢，就是湖南长沙、深入人心，还有梅溪湖。对于我们俩兄弟俩而言的话，其实梅溪湖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甚至这个地方让我们的音乐剧有了春天。最重要的是我们俩十年坚持过来的，我没说完吗？吓死我，十年坚持的音乐剧，因为有了梅溪湖，深入人心，湖南长沙，我们俩更坚定地坚持下去。还有有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的真心的感谢，非常感谢。那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。好的，好吧。嗯，腿儿也不好，本来还想带他溜一圈来，今天不太方便，能找到回浩然间的路吧。好。